枝炒花枝，就是这个啦。花枝炒花枝，不是大花枝包小花枝。啊，好饿！听说生蚝吃了对我们很有益。来试一口，来来来来，好了，真的是新鲜甜美哦。所以你来到台湾，你是非吃不可。鸭血臭豆腐，什么来的？带你去吃个好吃的。好吃的。对，士林夜市最好吃的东西。哇，士林夜市最好吃的、啊，是什么来的？就是那个花枝炒花枝，就是这个啦、啊。花枝炒花枝，不是大花枝包小花枝。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老板娘借用一下啊、哦。里面是什么来的？生炒花枝啊，有花枝，有鱿鱼，有笋。你闻到那个香味很香哎，那个笋的味道跟花枝的味道哦，哇，我们一定要试这个。好，来，摄影组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坐下，一起吃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哇，看到了，两碗在这边，感觉真的迫不及待要试一口，它味道是如何的？来，它的芦笋的味道刚刚好，很香很甜，配合那个花枝啊，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哎。吃下了花枝的味道是如何的？来。好热、啊！没想到芦笋和那个花枝配合下的口感是这样棒的。那芦笋的香甜进入花枝的口感，那个芦笋的那个笋味和花枝配合的刚刚好哎！你们咬下去一口，就会知道香味和浓度，真的是哇，感觉太棒了！来来来，停快停快停！好，来，快点。什么吗？这一碗是我们的摄影师啊，看到流口水的，他讲一定要试的卤肉饭，然后试一下。哇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好吃的生蚝，感觉就不一样哦。我们试一口这个卤肉饭，味道是怎样先？太棒了！今天的食物真的是美食当前的，每一个都是好吃的。这卤肉饭哦，它的肉哦，瘦肉跟肥肉刚刚好，它不会太瘦，它有一点那个肥肉哦配伴的，而且那个口感有点油，可是不会太腻。如果它的肥肉太多，吃下去我们会怕。可是它刚刚好，它有点油的时候，那个饭跟瘦肉配搭下去，口感是顺口即化的感觉，尤其它的肥油是很柔软的感觉，一咬下去融入口里面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来，我们来品尝我们的生蚝了。哎，这生蚝它上面还有它的酱汁，感觉不一样哦。好，听说哦，生蚝吃了对我们很有益。来试一口，来来来来，好了，谢谢。那个它的汁哦，酱汁哦，很好吃哎。配一下生蚝，看它的味道是如何。真的是新鲜甜美哦。太棒了，口感太好了。你真的是感觉到哦，哪里的生蚝都没有比这边鲜甜，好像是刚刚从海里面捞上来的感觉。尤其它的酱汁哦，配搭那个生蚝很好，它有点甜又有点辣啊，可是不会太辣，因为你配合生蚝的时候
它的口感进去的时候又有点甜甜咸咸辣辣，真的是只是没有酸，但是不然就酸甜苦辣了，真的是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哇，那的字要不要浪费哦，拿多一个摄影师没得吃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观众朋友们，你看这么可爱哦，它是用这样一罐这样装住的，一口螃蟹一份150元，螃蟹是小螃蟹哦，很可爱哦。它是灵芝的吗？灵芝的，然后就这样吃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哇，很特别嘞。这个肚子啊，应该要有10倍大才装得下。我们吃了很多美食啊，可是还有看到这么多。对呀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这么大的螃蟹哦。两只在150元耶，台币。这是暹罗鱼，我来去看，还有别的，走。哇，你看。鸭血臭豆腐，什么来的？就是鸭血跟你臭豆腐放在一起。问一下，老板，帅哥，什么是鸭血臭豆腐啊？对，什么来的？鸭血加臭豆腐。鸭血再加臭豆腐，是这样的吗？对。怎么卖一碗？60。啊？60。60，我们来试一下，要不要？ Okay. 就来一个鸭血臭豆腐。这就是鸭血臭豆腐。为什么叫臭豆腐啊？这豆腐会臭吗？这好像是卤豆腐的感觉，为什么叫臭豆腐啊？我们试下了鸭血，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们啊，没有说你是不相信啊，你在新加坡是吃不到这样的美食，新加坡不批准卖鸭血来猪血，所以你想吃都吃不到，所以你来到台湾你是非吃不可。这味道真的口感太棒了，那个汤汁刚刚好把那个鸭血配合浓入那个香味，真的是哇，辣吗？会不会辣？它带着一点点的辣味，可是又有点酸酸的感觉，感觉到有四川菜，这应该是，老板是有四川菜啊。啊，你看我吃出来了，它有四川菜，所以它的香味融入了鸭血，刚刚好把那个腥味洗掉，口感很棒，有一种冲动，一口接着一口，那鸭血一块接着一块这样吃，放进嘴里那个鸭血就好像融入你的口中哦，真的是哦，你要记住，要加一点点它的汤一起吃进去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，我们一起开动吧。试一下的臭豆腐。噔噔噔噔，我升官发财。为什么要升官发财呢？因为这一道美食就叫做棺材板，是台湾的一个道地美食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因为我也是懂得厨艺，我在新加坡煮美食的时候，其实就发明了一道素食的棺材板。你看，这是台湾正宗的棺材板。哇，我再打开多一片来看看，开棺见财啊！哇，试一下。这个棺材板的板是如何的？它的口感如何？哇，很脆耶！真的是入口即化，你看，你放它怎样？入口即化，很脆，真的很脆，哇！又香又脆，真的是很棒。
我们自家的料。试一下啊，真的不错哦，感觉它的口感很好啊。自家的料，棺材里面的柴，吃了会升官发财。它里面的味道真的很特别，有种说不出的香味。真的真的，吃到它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。这个是道地正宗的感觉，它的肉质跟那个玉米薯啊融入的刚刚好。玉米薯它本身有点甜甜的，它的肉的香味又有一点点金龟的胡椒味，咬下去啊，那个字啊，如果你配合那个棺材啊，那个面包一起吃啊，我相信口感更棒啊。我试一下整口，不要嫌我大口啊。原来这样上下一起吃，其实我知道啦，是因为我要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料，如果盖住吃了怎么可以看得到？对，老板娘用心良苦跟我们解释，如果盖住哦，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，对不对？再试一口。观众朋友们，原本我想来这边豪大大鸡排，可是排这么队，排队这么长龙，怎么排？时间有限，我们看一下，先偷偷看一下。太多人了，下一次可能明天我再来，记住